初一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，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。投，我不是投手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哎，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哎，弹顺势弹进场内这个球，哎，这是一个内安打。OK， 没错。侠客回来了。哦，哎。我们的李大哥打出了左外野方向的安打，那现在原本二垒上的苏毅要回到本垒，帮助五兄弟攻下了第三分的超前分。哇，看到我们的这个胜誉哈，这个打上安打之后呢，场边一样哇一阵欢呼啦啊、哦，并且带有一分的打点，将比分给超前啦。所以我们的外野的确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啊。没错没错，而且刚刚讲到的这个李胜玉的这个整个的手背的表现都蛮精彩的。哦，再来看一下慢动作。哦，其实对面杨将的这个很像摘了一个篮板的感觉。啊嘞，是这样说吗？有了。哦，这个球选掉形成了保送，所以嘛，对对对，好。哇！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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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球让我们兵不血刃的跑回了第四分。OK， 好，可以拍阿顺帽子。阿顺帽子是。哎，哇！这个球又再一个爆头，又再送一分。哇！这个球直接滚到休息室，连捡都不用捡哦。对啊。喂、哎。哦，这个球。虽然是二垒方向滚地球，但是还是带有一分的打点，将三垒的跑者送回来。所以目前双方比数呢，中兄弟这边再下一城，哥哥把弟弟送回来了。